收到一盒那个马列蛋糕，他现在已经男女不分，以前男的是送刘焕宇的送蛋糕，现在什么都送，还有一个男的吃饱宝宝送刘焕家家蛋糕，所以现在好像问病人的先生说为什么送蛋糕，他说因为他觉得好像蛋糕就是比较高，这个全部是我们小组的效果。你妈的，那什么？供的，因为之前他一直拿很多好运堂，他现在烦恼一说，我学起来应该是现在用的应该很高。1234567891，这鸡蛋是百分。像这里有法国，这个是荷兰的法国乡村联盟蛋糕，意大利、澳洲的什么体育图像的阿诺的提拉米斯，意大利的焦糖马士卡邦，他们都是。来，我们来请一个这个人。这个叫做荷兰桂子首钢蛋糕，荷兰哦，叫 Dutch。Butter， 大曲是荷兰 ，Butter 就是奶油 ，Layer 就千层糕，果然是千层糕。我们一个钢刀来切，切一下卫生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烫烘纸啊，烫烘的。那可是我是先把它打开啊。哎、欸，今天要赶快把它削完哦。它这个是密封的。这好像是拿破仑哦，切成荷兰 layer cake， butter layer cake。好，我们来跨，靠近。哦。有一张卫生纸。其实我很少吃甜点，先好，这样是千层糕，是嘿，哇，这个虽然叫做千层糕，但是1234567891。十层，十上就十层。我来看一下到底它号称 butter 应该要奶油。其实味好浓哦，有焦糖，那个颜色比较深的是焦糖。我这个应该要配牛奶。谢小姐她是38岁来做试管婴儿，结婚6年哦。那连续三人，她就两次人工授精没有成功。后来她就因为114年来找我们，第一次做试管婴儿 ，AMH 3.多，取卵8颗、6颗成熟，2颗受精，受精率只有33%。冷冻的时候是好像6A 跟5B， 结果隔一天。我们这是第三的是10A 跟6C， 那逐进去之后就应该是那个10A 中了，所以生了一个男宝宝，所以可见啊不一定要囊胚主日，这是第三天主日成功的，那也相当于38岁只2颗中1颗，恭喜他一次成功的案例，谢小姐，也我说请他好好坐月子，等身体好一点再带小子回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新手父母的喜悦。